李明瑞，我讲得很不错啊。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题目，郑东尼旁边的那个新的来宾可以试一下吗？他是会员了啊，是会员是吧？啊，那更应该出来讲一下，对吗？来来来，试试看，不会难的，不是没有难的。都认识的。OK， 不好意思，我。他是属于比较内向。跟我随便讲话我是没问题，但是演讲头痛。我们就随便讲还好拿到感恩，最重要的就是感恩我父母啊，还有各位我的好朋友，好像跟东尼今晚叫我来这里，我也是很感恩。这个感恩还是很多东西要学习的，我看还有很多可能东尼也是要叫我怎样做更深奥的感恩。每天给我500了。够多啊！我看我不大会讲其他话的了啦。啊，对了，谢谢啊。还有时间。没关系啦，没达到时间不可以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机器人非常成功，我很开心。那现在我把主持人的棒子交给康杰。现在请吴维香做即时报告。都合格是吗？合格。好，现在请大家投选最佳即席演讲作业员，请。现在是作业评论的时间。时限是2到3分钟，2分钟绿灯亮起，2分30秒黄灯亮起，3分钟红灯亮起，3分30秒铃声响起。若评论员还没有结束讲演，将丧失被提名为最佳作业评论员的资格。为第二个作业，作业五成功与失败，做评论的是本会的胜任讲员左凯蒂。谢谢司仪，各位会友大家晚上好，艺术会友你好。今天艺术会友的作业五，它的目标是肢体语言。那肢体语言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手势、眼神交流、站姿、走位。所以以这个作业目标来讲的话，它基本上已经达到这个作业最基本的要求，因为这些东西它都有做到。很明显的第一点，它开场的时候站出来。成功，成功，成功；失败，失败，失败。以一个上一个下的手势，就直接就跟你讲说，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你的眼神、你的表情、你的手势都符合你要讲的这两个重点，所以你一讲出来的时候，你就扣住你的观众的注意力。所以这是你成功的地方。那再来，他的那些例子。以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然后通过你的生活化的例子，一个母亲如何跟孩子的相处，因为他的一些话语使得孩子成绩不好，如何用鼓励的话语把孩子从比较消极的态度转成一个激励的心态。所以这个就是以语言来告诉我们，鼓励的话、激励的话可以改变
一个事情的发展跟进展，如何把它从所谓的失败翻转为成功。也通过商业化的例子，比如说柯达公司，来加深他的这个论点，原地踏步是失败的开始。那这么多成功的这几点，一个讲稿还是有可以进步的地方。我有些小小建议，因为我们手握这个麦，所以我们的手势都会有些影响。那如果一直换手握麦，你可能就是声音会散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身体移过来这个方向，面对你这一边的观众，因为你在讲稿的时候都是面向你中间还有左边的观众交流会比较多，所以变成我们右边的会没有那么多期待你的交流。以上的建议如果你能加以吸收，我相信你下一个作业会做得更好。这是一个成功与失败的关键。谢谢丽茹。谢谢凯蒂。凯蒂可能是我们讲演会最年轻的评论员，她进步很大，我要向你学习，真的。为第三个作业时正值人生做评论的是本会的胜任讲员及胜任领袖白秋梅，最稳重的一个，有请。各位晚上好。好。慧勇你好。去年看到慧勇从第一个作业看到今天，他完成了第十个作业。那第十个作业呢，是属于激励鼓舞。激励这篇文章是要呼应你的听众，在可以感染、可以带动，甚至可以感召你的话题。那今天慧勇的话题叫做，他的主题是正值人生。那我们来看看他的开场。一开场他笑容满脸的，信心的站在台前，发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什么是正直的人？他认为正直的人在很多眼里是不是用死脑筋或者钻牛角尖？然而当他进入了正文，他引用了爷爷的话，让他在工作上、家庭上，还有甚至做老板，都引用了爷爷的话。什么话呢？他说只要他遇到困难的话，他会听他的爷爷说，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你诚实，只要你勤劳，甚至呢就是不怕吃亏，你甚至在你的，他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在他的同学，有八个同学在里面呢做了一个所谓的副处，后来毕业过后得到了兄弟情，赚了亲情。第二的话呢，他也跟我们展示了他在班上怎么入党，第一位入党。那第三个的话，他也跟我们分享他做了老板，他怎么让他的工程赚到钱。这一些证文呢，实际上呢是他用他引用他个人的故事，这是真实亲身体历的故事。但是我发现呢，他的这个故事呢比较可惜的是他没有发挥出来，因为他在时间上是没有到这个时间的标准。假设如果他能在他的每一个故事当中，让我们每一个听众知道他如何用正直的这个态度或者正直的这个品格，让他在他的工作生活上以及事业上都是一个见证。因为这些例子的见证底下带出了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只要是正直的人生，只要你是正直的人，你走到哪里，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国度，你还是会成功的。那我希望慧勇你的这个作业，我不晓得你是不是有点紧张。那我看到的是他有几个方面可以补助的，可以改善的。第一是他的眼神呢一直看下面，
我觉得他是不是在思考他的内容。那第二个呢，是他时间上不够，所以我希望呢，他可以把这个作业重新再做一遍。我相信你下一次一定会更上一层楼。谢谢。谢谢秋梅，他讲的好不好？讲，他品论真的很好。为第四个作业，高级同级作业九，学以致用，自强不息。做评论的是本会高级同级讲员及同级领袖林佑年会长。再一次掌声，我们的醉花林会，因为他我们更多人会加入。谢谢，谢谢康姐。林瑞庆你好。每当你要做作业的时候，我们的会友常常都有一个困扰，就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因为你所呈现的内容常常是超乎人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内。但是今晚你做这个吉利演说，可是你的是高级作业，跟苏慧勇的是有一点点的区别，那就是说你可能需要再设定一个场合，这个可能是需要再补充的，设定一个场合，那么以一个某某人的身份来呈现你这篇激励演说。那在我们做评论的要求当中，就是有这么一个写法，就是在我做评论的时候，我必须去问现场的观众听众，他们听得懂你的内容吗？那刚才呢，我是有跟几位男士们这样问过，说你们听得懂瑞庆讲什么吗？他们都说他说得很好，他说得很好。那这次也有一些我们很习惯听他，都有一些会友就反映说经验，比如说今天说我终于听懂你做什么了。好，那我们真的来讲你的内容。首先我觉得你的一开场就很巧妙地用了现场的几位会友的内容来强化你的开场，就是自强不息，学以致用。那你就用立珠的成功与失败啦，会友的那个正直人生，还有人杰的那个自述来强化你的开场。所以我一听起来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好，所以因而这样你就带入了你正里面的内容。那么你在呈现的过程中，其实你只要讲的就是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说通过你认为中华文化是最能够包容的，而且能够就是延续所有的优点，让整个社会从而能够更和谐或者更有力的去前进。那么从而我们比如说讲演会，通过我们讲演会也能够用这种精神去发挥。那所以我觉得你在整体的内容的准备上非常的有深度，而且很丰富。再者你是有一个很一站出来很自信，有一种学者的风范，所以呢你这次呈现的时候，无论是在语调、声调和这个文字图片的运用都非常的恰当，所以这次做得不错。那需要加强一点的，我是觉得你这边少了一点点说服力，你必须要有说服力。同时就是说刚才我说因为是高级演讲啊，所以你最好是设定一个场合，比方说现在是某某高等学府，你是以什么某某教授来呈现这个自强不息学以致用的这个话题，来激励在场的听众，从而达到这个效果。所以这一点可能或许你必须去加强。那么接下来你的文学演说，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再失望，谢谢。谢谢会长的详细的分析。为最后一个作业高级同级作业时，
毛讲会做评论的是来自大巴窑南福清讲演会的前任会长朱琳。这位朱琳真是来头不小，因为上个星期我刚刚参加他的幽默演讲会。他来自中国，是中国金话筒的得主，曾在中国荣获十佳主持人荣衔。大家知道，如果在中国能得到这个荣衔已经是很不错的。在新加坡他也荣获了许多各种冠军的头衔，可以说是大师级的人物。在这里我不多说了，我只想大家洗耳恭听。好，谢谢。在我讲之前，请暂时不要计时，我先表达一下我此刻激动的心情。第一次来到醉花林讲演会是慕名而来，我早就听说你们获得了许多极高的荣誉，所以我们会员一半人都来了，我们会的精英都来了你们这里，不但为你们的优良的环境、精美的食物还有严格的组织程序感到叹为观止，那么我更强烈的感觉到你们的演讲的水平远远的超过我的想象。如果我做今天，当然今天最后的是总评论，是我们讲演界的最大牌吧，来发先生，会员他会做出最后的评价。那么我个人认为全部通过的，非常优秀，而且很令我吃惊，你们达到如此高的水准，好吧？那么刚才 C 一呢也第一次把我的名字朱宁说成了黄宁，我们来报马上就说这句颜色变了，因为朱乃红了，近朱者赤，红啊变成黄了。不过呢你也说的比较巧，因为我的妈妈姓黄啊，不过我是男子汉，做不改啊，我站在这里不会改我的姓。好了，请计时，现在可以计我的时间了。好，各位会友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能够为庆昌会友来做他的评论。庆昌会友从洗马会导入了毛讲会，是个非常巧妙的容易引起大家共鸣的一个方法。他以一种巧妙的开头，并且以最后一个积极的结尾，完成了他整个的这次的演讲。他的演讲呢，主要是重现历史的故事。重现历史故事的要求有这么几个背景、情节、冲突、人物和行动，我们对照下来基本都达到了。那么经常会有的优势在哪里？他能够做到娓娓道来，松弛有度，举重若轻，而且资料详实，结构也比较清晰，观点明确。演讲的过程当中呢，他能够非常的巧妙地结合他的资料投影，给大家的感觉呢很放松也很享受。那么最后呢，他也是力争达到对历史真实的还原，使我们感觉呢听下来增长了新的知识啊，这是一个比较完整也比较优秀的演讲。当然我们不能只说到好一面，为了更快的进步，我们共同提高，那么我们认为呢还有以下几个方面要做出改善和改变。那么一个就是人们对最近刚来的这个洗马会关注了许多的细节，而作为讲故事的这个演讲呢，毛讲会的很多细节我们没有听到，你对前面他们所见面的环境做了过多的描述，那个在本文当中作用不太大啊。第二呢，比如说在整个他们见面的这个前景，就是前提，因为当时是八年抗战刚刚结束，毛泽东说一句话很有趣，他就是说八年抗战如果我们这一次能够达成协议，八年抗战是值得的，也是为了千秋万代中华儿女的幸福，这些重要的话对话要出现。毛泽东当时还特别接受了大公报的采访，因为整个这个活动是大公报发起，也是他第一个报道的，毛泽东特地去做了接受到他的访问。而且重要的细节，他们是怎么互相称呼的？蒋介石称呼毛泽东为润之，毛润之，毛泽东称呼他为先生。那么毛泽东为了表达他对这个事情的重视，他还特别换了一身他这一辈子以来穿的最好的衣服，结果我们看起来非常的土。而且你们知道他的帽子实际上是临时由周恩来把自己的帽子借给他戴，他也没戴过这样的帽子。那么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就是比如他们在宴请的过程当中，蒋介石从不喝酒，也陪毛泽东喝了点酒。毛泽东呢是离不开香烟，知道蒋先生不抽烟，他也没有抽烟，而蒋先生甚至为他准备了他爱吃的辣椒。而整个会谈的过程呢，他们宴请了好多次，就共同关心的国家的大事做了很多激烈的交锋，达成了协议，哪怕只维持了5个月，也促使了
博共的一次合作，这也是他们二十年博共以来合作的二十年以来第一次握手和见面。这些重要的背景和对话会增强整个故事的趣味性。我相信你下一次做这样的题目虽然很深，你会有更好的资料，更吸引人的生动的东西带给我们，希望你下次做得更好，谢谢。只能说中国话太棒了，希望你转会到我们醉花林，我可以每次能听到你的演讲和评论。你我是跟我妈妈姓的，姓康。现在是请吴维香做计时报告。都合格是吗？好，请大家投选最佳评论员。在评论员的时候，我们有请林文颂做尾音报告。陈林没有。康杰是个两个耳，会长20个，9个耳，三个呢，王仁杰3个，那。陈丽珠6个，4个呢，2个呢，苏慧勇22个，7个，10个啊，3个呢，林瑞庆7个。5个呢，这个李庆昌8个，5个，所以道歉15个，都是安慰真4个，3个，1个啊，做海地3个，那白秋美1个，1个呢，朱琳5个，3个，2个，那么陈经验4个，3个，1个，这么曾东尼2个，1个呢，1个，这个奥利伟1个，李明瑞1个，杰克2个，报告完毕，谢谢。谢谢您。